找亮点。Let it go, let it go. 哎呀，今天呢不能再唱 Let it go 了，要改唱这首了。恭喜呀，恭喜！发呀发大财，好，大家呢农历新年过完，寒假过完，终于呢来到了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 The summer has come, we can no longer wear coats now. 夏天已经来了，所以呢就不能穿我的大衣了，哭哭。对我来说呢，因为一点都不好了，因为呢表示热死人的夏天马上就来了。身为冰雪女王，我艾莎无法接受冬天离我而去。好，说到已经呢，我们都知道英文中呢搭配不同时态，动词呢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像是我们中文说的已经，在英文里面搭配的呢就是完成式的用法咯。现在呢就要来和大家分享现在完成式到底该怎么使用咯。首先呢我们要用 have 这个助动词，没有错，不要怀疑， have 这个字呢也可以当成助动词来使用哦。接着呢我们要在后面加上过去分词 PP， 这样子呢我们的现在完成式就完成了。现在完成式呢可以用来表示过去的动作，过去到现在已经完成了。举个例子好了，你现在看我的最新电影，但是呢老妈问你说，哎，你怎么在看可爱的 Elsa， 你的功课到底写完了没有？这时候呢你就可以说 I have done my homework。I have done my homework. 哎呦，我早就写完了啦，不然怎么可以在这里看艾莎呢？对不对？我们呢就要用助动词 have 加上呢 do 的过去分词 done. I have done my homework. 这个呢就是完成式的用法咯。现在完成式呢也可以用来表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持续的动作，常常呢会和 since 或者是 for 一起使用咯。 since 呢表示自从，它后面呢加上一个时间点， for 呢则是加上一段时间，表示已经做多久了。比方说呢你问我在这边住多久了， I've lived here for more than 20 years. I've lived hereFor more than 20 years, 我已经在这边呢住超过20年了，我真的是呢舍不得离开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I've concealed my power for a long time since I heard Anna on that night. I've concealed my power for a long time since I heard Anna on that night.自从我伤了安娜之后呢，我就藏起了我的能力。 OK， 所以呢我们的现在完成式呢很常搭配的是 since， 自从后面加上一个时间点。比方说呢since that night， 自从那个晚上起，或是呢加上 for， 例如呢 for more than 20 years， 后面加上一段时间呢已经超过20年了，多长的时间。哎呀，最后呢还是要跟你说，夏天要来了，我不能在这里，我要去避暑了，大家再见。